没有啦，没有，就没有到很帅，就是刚好就是长得还行啊，对吧、啊？眼睛鼻子都有这样子。八世界娱乐生活社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瘦瘦子。哎，对对对，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很享受这个名字，不知道就很奇怪，就是讲那种啊很帅啊什么东西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，就觉得啊谢谢谢谢。没有啦，没有，就没有到很帅，就是刚好就是长得还行啊，对吧、啊？眼睛鼻子都有这样子。你平常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就说哎、欸、我比谁帅啊，这你不会去想这种问题嘛？你就是谢谢嘛，谢谢大家这样子，对。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挣扎，但也好像也没有很觉得说马上要做这样子，其实就有点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就好啊，可能吧。对，其实我也不太知道，我是做到录的当天第一天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我来这里干嘛。真的，我到录当天我就觉得，哎、欸，我坐在这边干嘛这样子？我怎么在这？其实也不能说习不习惯，因为我真的到今年也才上两个综艺吧，其实算是我真正做的就是职业生涯里面的两个综艺，所以。都是不习惯的，对，都是不习惯的，就是都是要自己去适应，然后你自己去从中去找到一个自在的方式在里面表现这样子，对吧？比如说你综艺，你可能要跟人家讲话，你要丢话，然后人家你要有那个，你要对存在感，对。但是因为我这个人是最不会做的事情就是刷存在感，对我是很喜欢。躲到后面的那种人，我就是哎、欸、没有我的事，我就闪一边去这样子，我超级不出风头的，所以我一开始都有点默默在旁边这样子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打什么话，然后好像也没有很积极这样子，就是来上班而已这样子。我觉得反而是时间久了，你跟大家相处久了，然后你就会自然而然像朋友一样嘛，然后你也不会去想说什么中不中意啊，或是你也不会去想什么丢不丢梗这样子，你就是只是在聊天嘛。然后就是越来越自然一点，话会多一点。我跟自己部落的当然是就是罗杰夫部落的嘛，就是 Jeff 啊、蛋壳啊，就是虎兵哥啊、阿普啊这些，就是相对会比较熟一点。对，我觉得其实每一宫对我来讲都是蛮挑战的。对，那我觉得挑战部分不单只是在自己的部分，还有在团队上面，你要怎么去跟。跟彼此去合作，然后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的每一个舞台，其实都有一些哥哥是不擅长的部分，对。那当然就是我们像如果我有不擅长的地方，我就要去请教别人，然后别人要帮忙我，然后我也要去帮忙别人。对，我觉得这种互相的帮忙的过程，一起完成舞台的过程，其实都是蛮挑战的。我很庆幸。这么多个舞台下来，我觉得每一个都蛮屌的。我没有什么舞台是觉得啊，那个好像还好，对，没有。逆向那个舞台是很印象深刻，因为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就是武打的东西这样子。然后，可是你根本也没有机会去尝试嘛，你就是一个老舌歌手，你根本没有机会去尝试这种东西。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当下就花时间去练习学习这些武术的东西，然后最后还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舞台，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满意的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这辈子可能也不会有再做任何类似像这样的舞台，对吧、啊？所以那个是真的蛮印象深刻的。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你睡眠时间也很少，然后。都是体力嘛，你每天可能练八个小时以上，然后全身都伤，然后全身都在酸痛，然后你睡觉时间很短，所以你修复时间也来不及，所以你隔天又要再一次这样子。所以我记得那几天其实蛮累的，就是每天结束完，大家是那种脚都走不动，然后趴在那边马上针灸，然后物理治疗，然后把肌肉推开松掉睡觉，可是隔天又在练是又紧了，就是来来回回来回回，就是那个伤是好不了的那种。我觉得那种肾上腺素吧，对，因为其实我记得在那一宫上台前的时候，我那一天只睡了一个小时，就是我上台前的时候已经是24个小时没睡觉了，对，只24个小时只睡一个小时了，对，然后就是其实大家是一个很疲惫的状态，然后身体又全身都是伤这样子，但是一上台，你那个肾上腺素上来就撑过那3-4分钟就搞定了。我觉得演出常常是这个样子、啊、演出常常就是你在台上，然后我觉得跟观众的互动也是很重要的。你有听到，其实台下的观众给我的能量，也是我表演回去的能量，这是一个很互相的，对。如果你台下没有观众，我的表现也不会是这么的积极，他一定会很自然而然加成你的表现，对吧、啊？